主演韩版《流星花园》而走红的李明浩来到台北参加活动，带着招牌的阳光笑容，一出场就用中文和大家打招呼。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明浩。李明浩这次来台北正好碰上台风，这让他的心情大打折扣，而调节心情的方式当然就是用美食好好犒劳自己一下。네그래서일단저녁을그거를꼭한번먹고싶어요왜냐면저번에왔었을때도너무맛있게먹었기때문에即使是台风天也无法阻挡李明浩粉丝的热情，一路从机场跟到饭店的粉丝们最想知道的就是李明浩喜欢什么样的女生。일단제가키가좀크기때문에너무그키가큰여성보다는좀작고아담한스타일을좋아하는것같고요그리고활발한사람이좋은것같아요옆에서그래야이제저도같이힘을얻어서거의이렇게좋은기분을가질수있을것같아서네작고아담하고활발한여성韩版《流星花园》已经在台湾播出完毕，粉丝们都很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李明浩的新作。李明浩表示，之前因为手术休息了一阵子，最近他已经开始看剧本，希望在未来尝试演出各种不同的角色。일단이세상에는존재하는직업이정말손에셀수없을만큼많기때문에정말나이에맞게최대한많은것들을경험해보고싶어요그래서뭐그냥뭐정말의사라든지변호사판사정말여러가지직업들이있듯이、네、人气高的李明浩李爱卿林正阳台北报道